们不值得同情吗？他们该死吗？这大法官你大家心肝懵嘞，才当去做这个代志。你家己的囡仔关两个出来红台，安尼关两个出来给我闷在那个洗衣机里面闷死啊，然后你还能讲这种话，那、啊、我就佩服。哦，我摘掉你是安尼。艺人白冰冰气炸，连妆都没化就素颜开直播，炮轰 face 团体跟大法官。那不是有 face 联盟吗？你去弄个园区，用你家己的钱，你去饲这个禽兽，甲当作流浪狗安尼去甲饲。你要安怎饲开发者，我无意见。啊，然后爱控制，绝对袂使有这人走出去哦。这人乖，感觉唔是袂走出去呢。造出去那个开发金，这金水都等来。白冰冰话说得很重，就是因为宪法法庭二十号针对37名死囚所提出的死刑是否违宪或合宪进行释宪宣判。虽然法官决议死刑部分合宪，但相关的限缩也让往后死刑相对更难定验跟执行，更让同事白小燕命案的家属白冰冰难以接受。支持废除死刑的那个民意代表，我们就罢免他。东森新闻综合报道。